热切本子的你的小生，小弟，小弟啊，啊，咱今年几岁？19年，七十五岁啊，哦，啊，即马你食，你食一礼拜药嘛，吼，啊，即马你的牙头，咱牙，安那？牙头即马是较正常。较正常啊，啊，你即马身体健康安怎？我身体健康，行路是不正常，但是若要变就老变，嗯，我老变。啊啊，固定我感觉。啊，我食。这个我真的非常高兴，我都没到山了。比如说，以后使用我的会员原因是三礼拜，现在来对身体改善到啥？有啦，刚才脚就差不多了啦，现在是在吃这个药，还没有生产的。药的部分有出过改善的？嘛有啊。那你睡觉较好睡？有啊。啊，精神方面呢？精神方面是真好。血藤凤胶活力饮，血藤活力饮，全方位健康饮品，我们提供产品，让您免费体验，